哦，你现在把手机关掉啊！要破坏气氛呢你。喂，张德，我在忙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好，拜拜。他等一下那个载我去。Sorry， 关机关机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木凡，换你问问题。还行还行。好吧，这样的话就叠些叠些。请问真就遇到什么贵人吗？贵人，就是会对我生命产生影响的人啊。这个意思是说你会遇到失散多年的什么承诺不渝不白？你放尊重一点啦，不然等一下生气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提示清楚一点点吗？谁是瑞啊？对啊，没有啦，是瑞啊、没有啦，没事，不要问啦。哎呦，跟我们家讲一下会怎么样？啊，讲一下，这样讲一下啦，讲一下，讲一下。哎，干嘛这样啦？拜托啦，讲一下啦，没关系啦。干，我就叫你不要问了。有事问蝶仙的。哎，我觉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，已经晚了。啊，收摊了。哎，反正谁先主播自己吓自己而已。切，也不是这样，我们也问很多问题，应该要感谢他才对。你真的相信这一套、哦？是，我们还是赶快把蝶仙请走吧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一起来吧。人吓人嘛，怎么可能会有鬼？
输了。还是你会跌倒。哦，难道真的中邪了？没可能了，我才不相信鬼这种东西。欸喂，怎么挂断了？中红奖啊，或是赢到乐透之类的。李，线，离线，什么东西？就叫你离线去买乐透吗？是 MSN 的吗？屁啦，鬼怎么可能用 MSN 啊？哦。